一直都好想更加善用啲外卖同埋包装剩低嘅胶碗同胶兜，不如就用佢哋嚟种芽菜啦。首先要彻底咁消毒，可以用过滤水嘅话就更加理想啦。洗干净啲绿豆之后，用水浸佢一日。冚块布起面，种嘢同做人一样，适当嘅压力系可以帮助成长嘅。然后将佢摆喺阴凉通风嘅地方，浸咗一日嘅绿豆就已经会有嫩芽。跟住每日最少冲水两次，三日左右就会有收成噶啦。自己种的芽菜最好就是用来送礼了。芽菜营养相当丰富，它含有胡萝卜素、钙、磷、铁等多种矿物质，还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和活性植物蛋白。吃芽菜可以清热解毒，还有利尿去湿的作用。啱啱好你做乜？呢个是送给你的礼物。打开啊！要打开啊！哎呀，咩嚟噶？嗰啲自己发噶？系啊，就系一齐食噶呢个。啊，就咁食得？都得，不过煮熟好食啲，你咪加落啲汤度咯。哦，跟住一捞咁就得啦。好。